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彩提，我在 FHM TV。今天拍这个杂志就非常开心，因为这阵子其实我都办那个影帝嘛，那终于第一次又有机会可以终于办到另外一个角色，就火影忍者的当手，对啊，所以就觉得啊。终于可以，就是又办一个，而且办起来就还蛮漂亮的，所以就很开心。我 cosplay 女帝最主要当然是最喜欢她才会选她嘛。那如果另外的话，像娜美我也很喜欢，因为我觉得她就是很活泼、很热血，对啊，而且她整个造型，她是短发嘛，橘色短发那个造型，我自己也觉得很喜欢，很可爱。最主要因为平常工作嘛，然后因为我读夜间部，然后工作完就去上课，那等于说现在就变成说工作就比较多，然后可能隔天还要才艺表演练舞，就比较压力比较大，工作比较多，然后加上可能如果别人会比较知道我的话，像在学校可能别人也比较不敢跟我讲话，或是在路上会比较容易被别人知道。对，就不太敢做一些事情了，然后穿衣服什么的也会比较注意一下，不然以前都早上有时候出去买东西就随便穿个睡衣就出门，现在都不会。更多精彩影音都在 FHM iPad 数位杂志。